这个是我们广式的一个度众啊，很多老人家呢啊，以前圣诞的时候遇到它啊，都会拿一些回去，然后切成片晒干，晒干了然后拿来包。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叶子了。杜仲呢啊，在外面有很多种啊，有一种是那种竖的啊，有一种是等的啊，来吧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藤啊，我们这边广西这边呢是这种藤啊，啊我刚才在这里削了一套啊，有那个白浆出来了，看见没有啊，所以说呢我们在户外啊遇到这种杜仲的时候呢一定要珍视啊，不要错过了啊，因为我们可以拿一些回去，平常是对我们的一个啊是挺不错的。